你所见的一切都在迅速的消逝，眼前他们消逝的人不久也要离去，最长寿和早早夭折的最终去的都是同一个地方。这些人是怎么了？何至于为那些毫无价值的事情忙碌？何至于如此贬低自己的爱和敬意？试想，你已经看透了这些赤裸裸的灵魂，他们以为他们的不满便能损害别人，他们的赞扬又能带来什么好处？多么自不量力呀！损失只不过是变化，宇宙本性本来就欢喜变化，由于顺应这一本性，万物才得以出现，自古以来便是如此，将来也必定如此。那么你为什么认为所有事物都是在变坏，而且越来越坏，而众多神明却无能为力呢？为什么认为这世界将深陷于无穷无尽的罪恶之中？一切事物的本质都是已朽的，水、尘土、骨头、腐败的气味，还有上好的大理石也不过是石化的土块，金银不过是某种沉积物。我们的衣服呢？那是一团羊毛。那紫袍呢？一滩鲜血染成的罢了。甚至连我们的呼吸也是如此，是空气从这一个体内流到那一个体内罢了。那么悲惨的活着，眼见这些无尽的哭诉和蠢行，实在是够了。为什么要烦恼呢？这有什么新鲜的呢？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吗？是由于事物的因由，好好想一想，或者是由于事物的质量，也好好想一想，除了因由和质量，事物还能有什么呢？是时候了，你要请求神明护佑，让自己成为一个更简朴、更有价值的人。若能参透这一切，无论是花100年还是3年，那都是一样的。如果有人犯了错，那是害了他自己，但他所做的也不见得就是错的。或者万物都出自一个理性的本源，都是一体，那么你身为其中的一部分，就不该为整体的利益出力而抱怨。或者宇宙中的一切只是由原子组成，乃是原子的随意聚合与离散，那还烦恼什么呢？问问支配你自己的那种能力，说你死了吗？你腐烂了吗？你变成了伪君子，还是一头野兽呢？你不是正在兽群里厮混，一起食草为生吗？神明要么有力，要么没有。如果神明没有神力，你为什么还向他们祷告呢？如果他们有神力，你为什么不向他们祷告，祈求他们让你不再有任何畏惧，不再奢求什么，不再为任何事苦恼呢？这不是比祈求神明让什么事发生，什么事不发生要强吗？因为如果他们有神力帮助人类，是会帮你实现这些愿望的。他们已经赋予我能力面对这些事情了，那么像自由地运用自己的能力来处理事情，岂不比卑躬屈膝的祈求为无法面对的事情神伤更好吗？即使是我们有能力面对的事情，谁告诉你说神明就不肯帮助我们呢？试着去为这些事情向神明祈祷吧，你终究会明白的。别人请求我怎样才能与那个妇人睡觉呢，而你要这样想，我怎样才能不起与那个妇人睡觉的念头呢？别人请求说我怎样才能摆脱那人呢，你应该这样想，我怎样才能不再希望摆脱那人呢？别人请求说我怎样才能不失去我的幼子呢，而你要想，我怎样才能做到不怕失去我的孩子呢？总之要这样来祷告，看看结果如何。伊壁鸠鲁说，生病的时候我从来不会提到我身体的痛苦，也不会对来拜访我的人谈这些话题，而是像先前一样接着讨论自然哲学的几大要素，尤其是以下这几个关键的问题。
在意识到难以摆脱可怜的肉体的情况下，心灵怎样才能不受到干扰，坚持他本来的那种善。我也不允许医生在我面前故作高深，好像在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而我的生命还是和从前一样快乐。那么不管你生病还是遇到别的问题，也以他为榜样吧。无论遭遇什么，都不应当放弃哲学思考，也不要与那些不懂自然之道的无知的人一起胡说八道，这乃是所有哲学派别的共识之一。一心一意地去做你手里的事情，考虑你应该怎样去完成这项工作。如果有无耻的人惹恼了你，就问问自己，难道这世上不可能没有无耻的人存在吗？当然不可能，那么就不要奢望那不可能的事情。这世上必定要有很多无耻的人，你遇到的不过是其中一个。当你碰到无赖、骗子和其他的恶棍时，也要这样想，因为你马上就会提醒自己，世上没有这种人是不可能的，你将会更加和善地对待别人。而且这样想也是有用的，针对那些错误的行为，自然赋予了我们什么品德呢？对于那些冷酷无情的人，自然给了我们仁爱去包容他们。对于其他的错误与不义，自然也会给我们美德来做解毒剂。一般来说，你是有能力引导那些误入迷途的人返回正路的。而且这对你有什么害处呢？你会发现，那些触犯你的人没有任何一个能使你的心灵变坏。与你而言，真正是恶的和有害的东西只存在于你的内心。如果一个人由于无知犯了错误，对你会有什么伤害呢？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？反省一下，你是否也应当受到谴责？因为你没有预料到这种人会犯这样的错误。你有理性，原本可以防止他犯错，你却没有做到，而且还对此感到惊讶。最重要的是，当你指责别人背信弃义或忘恩负义时，都要这样来反省，因为显然是你犯了错，要么就是相信那种人居然会信守诺言，要么就是你在做好事的时候不是无条件的付出，还期望从对方那里得到回报。当你行善时，还想额外得到什么呢？你遵从本性去做事，对此并不满足，你还想寻求回报吗？就像我们身体的各部分要体现它的功能，完成它的本性所要求的职责。人生来就是为他人谋利的，如果他行善或者做别的合乎公共利益的事情，那就是在做他的本性所要求的，也就得到了他所应得的。